Cầu cho nó. Cái phòng. I can hear, but the sound is only coming like.嗨，大家好，我是那个三错的英英。那我来介绍我这个的印度扬琴。那扬琴它其实是一个世界性乐器。那它其实是在那个西亚，然后欧洲跟中国扬琴都有。那我本身是学中国扬琴，但是我后来也是有去学这个印度扬琴。那其实这个乐器是叫 centaur， 然后只是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大家会比较知道扬琴，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就是因为它是印度的扬琴嘛，因为扬琴是我们中国的，中国就是叫扬琴，那印度叫 centaur。但是如果说我们只叫它叫 centaur 的话，其实大家会比较的陌生，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在台湾叫做印度扬琴，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那它其实是叫 centaur。那它跟中国扬琴比较不一样的是，中国扬琴是一个梯形，然后比较大，然后它是用那个竹子去敲击它，那它是坐在椅子上，因为它有个琴架。那 centaur 的话，它是盘腿而坐，席地而坐。那它的敲击的乐器是一个木桶，好，那我们刚刚中国扬琴是琴竹，这是竹子，然后这是木桶，所以它其实在那个弹性上面也是非常的差别蛮大的。对，那再来音阶的部分的话，那中国扬琴它又是被称为钢琴，就是中国的钢琴，所以它的音域比较广。那在印度扬琴上面的话，它只有两个半的，就是两个八度这样，两个八度半这样子。对，然后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第一首的时候是那个印度的那个他们的传统的歌叫 Kinamali。对，那第二首的话是刚刚就是声演奏家跟那个塔布拉古他们就是的那个茉莉花。那这个茉莉花就是声演奏家他自己去做改编的。那第三首作品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就是为了就是在台中，然后这边就是有全新创作的一首是。就是 for 就是森，然后 centaur 跟塔布拉古，那我们的作曲家也是这一位，然后邱世峰这样子，谢谢。
because I need some company together. 还蛮多朋友大概知道，就是这算是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在这样子的古迹，这种漂亮的古迹，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就是很艺文活动，而且又是台湾跟印度文化，我自己本身很爱台湾的文化，也很爱印度的文化，这样，然后能够这样子让他看到大家这样子这么专业的音乐家跟舞蹈家做这样子的融合，真的是我的梦想。梦想成真，等一下要哭了，很谢谢你们大家过来看这样子，然后很高兴就是所有亲友团都出现了，很开心。然后还有什么？阿哲也是，其实大部分很多老师都是从台北过来，就是下来台中，因为其实台中很少有这样子的印度跟台湾的文化的交流，而且我们这些，谢谢，有这样的活动真的很棒，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很开心大家都出现了。那，会停好了，会停，会停，会停啦！开心，开心，呼唤，召唤兽。